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爱一线观。当家庭主妇的其中很重要的，其实这个显然也不对，不一定是家庭主妇啊，主妇也是要这样子，把家里整理一下，这个稍微不要弄得到处乱七八糟的一个情形非常重要。所以日本人在这方面啊，卖的产品很多的就是关于分类的这些东西啊，你玩具分类、厨具分类、这个厨房用品的分类、清洁用品的分类，哇，都弄得很好。所以空间不大，但是可以随时都保持让它很开放开阔的那个感觉非常重要。其实医疗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，就是分类啊，意思就是说你做某一些分类以后，同一类的疾病，譬如说分歧啊，癌症的分歧，为什么要分歧？哎，一个肝癌就肝癌，为什么要分第几期啊？不一样，它治疗的情形不一样，大家比较治疗的结果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共同的根据啊，不会说轻症跟重症比，那当然这个比较结果就没有意义啊。所以分类相对非常重要的情形啊，譬如说骨折啊，它怎么分类啊？譬如说依照有没有伤口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分类成闭锁性的骨折以及开放性的骨折。那听到这个开放性骨折，大家就知道，哎，有开放就是跟外界有沟，有这样的一个暴露在外界的一个状况之下，它感染的机会会比较多。所以我们这个对于它感染方面的预防，哎，你倒要更加小心了，要了解到它有没有产生感染的状况，都要小心。那除了这种依照伤口的有无来做分类以外，大家想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分类的一个方式啊？我们待会来跟大家报告一下。分类啊，大自然界中也是有时序的分类啊，春夏秋冬啊，这个阿尔钦博多啊，16世纪意大利的一个画家，他就擅长把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界里面的情形啊，譬如说你像香菇变鼻子，变这个耳朵，变耳朵啊，这个某一类的这个农作物变成它鼻子啊，苹果变成它脸颊，这是春夏秋冬，冬天就是树枝枯叶的一个情形的时候，来代表着这个季节。可是用果实啊，来去做一些呈现，用农产品或植物、来去搭配起来，让这个岁月的更迭，人生的沧桑，大家可以更加了然于心啊，更加有所警惕啊。所以阿尔钦博多啊非常厉害啊。好，这个春夏秋冬啊，那大家也朗朗上口的就是春有百花秋有月，然后夏有凉风冬有雪，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这是宋朝的这个吴门慧开禅师啊，他写的确实点醒我们很多的事情啊。不过提到春夏秋冬要去用音乐来去呈现的时候，大概一定会想到这位人物啊，17世纪维瓦蒂啊，意大利的这位作曲家，是传颂几百年，到现在你还是非常会在音乐会里面听到他的一个作曲，就是春夏秋冬。春，大家的感觉，哎，春光明媚。可是他就不先就不会就完全只着重在春光明媚，他会告诉我们春天的好像后母心，这个也不太对了，反正情绪起伏不定的那个状况，有时候也有骤雨啊。这也是春天啊。好，春夏秋冬它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呈现的。好，你想一下，在夏天的时候，这个阳光很强，那或者夏天的时候绿意盎然，生气勃勃吗？它怎么去让夏天去呈现出来？它用的方式是什么？无力感，热到受不了那样的一个感觉，先去描写出夏天，然后再用那个夏天中，你虽然是很无力，可是大自然界还是生生不息，有那个布谷鸟的叫声啊。那后来天气又改变，改变以后，哎，牧羊人啊，非常害怕这样天气的一个改变啊，又是很畏惧的那个情形啊，夏天，疲惫感。
这果真的一想到一听到这音乐，又跟夏天那个懒洋洋的感觉啊，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结合。所以你看它的切入点呢、啊，也是让人家非常佩服啊。好，刚刚提到布谷鸟。这个好像布谷鸟的叫声啊，小提琴独奏的声音啊，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好像看起来你有点无趣的一个状况之下，哎，夏天还是会有一个狂风暴雨啊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界的一个好像表现它威力的一个同时啊，人类的感觉又是什么样子啊？会畏惧啊，会害怕、啊。这也是蛮好的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啊，大自然界的威力啊，还有人跟自然的关系到底要怎么样子啊？300多年前、400多年前、300、400年前的那个音乐，似乎也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啊。好，畏惧啊，人一定要不要自以为什么都不怕，我这个天地之间啊，唯我独尊，这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。人要抱持的那一份的一个谨慎、小心、畏惧，这还是非常重要。戒慎。然后虔诚啊，像上人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，好，这个要恐惧啊，哎，恐惧的情形怎样？一个70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她的背腰部脊椎这个地方，显然之前呢也因为背痛啊，退化性的一个这个脊椎的病变啊，开过刀固定。那这一次是发生车祸，车祸以后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？我们从她的一个骨折的一个部位啊，让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手。前臂这个地方，你看断成好几节，这样的一个情形，而且这个断的一个方向啊，等等位置啊，也刚刚可以看得到，这个其实在这里，它不只是在这里断掉，这里也断掉，桡骨的地方、尺骨的地方也断掉的这个情形啊，然后在膝盖的地方啊，底下这个地方，这是换过人工膝关节，底下这个地方也是粉碎性的一个骨折可以产生出来。膝盖大家可以看到，刚刚只看到这里，再往底下看的时候，还有包括这个软组织肿起来这个情形，都是表示受伤的情形啊，非常非常的一个严重啊。那这个从正面来看的时候，一样这个小腿这个地方啊，断的是4分5裂，一个骨头断成好几块的一个状况，再加上它整个从外观上来看起来，哇，这个开放性骨折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形啊！这个当然后续就要赶快，先不是说这个马上就是送到开刀房去的意思啊，生命真相要稳定下来，要确定它没有譬如说肚子里面的伤害，没有脑部的这个出血等等的一个紧急性的一个问题的时候，然后再到开刀房去里面，把某些可以骨折固定的地方啊，赶快跟他做这样的一个复位跟固定啊。你看这个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因为它断成好几节的关系，所以这好几节重新要给它兜回来，然后用很长的一个钢板再把它固定好，这样的病人才有办法恢复成他正常可以活动的那个状况。好，那大家想说这个这么严重要令人畏惧的车祸，到底是什么发生？是骑重机车吗？这个七十岁的会吗？不是，他骑这个脚踏车被公车撞到，被汽车撞到的意思啊。所以脚踏车永远是我们对家人有年龄比较大的一定要提醒，不是想象中那么样的一个单纯。小年轻的时候骑脚踏车很好，年龄大骑脚踏车很不好啊。好。那骨折刚刚讲说依据有没有伤口，我们分为开放性或闭锁性。骨头断裂的方向跟形态可以分成横向、纵向、螺旋向、压迫性骨折、粉碎性骨折、脱臼骨折，意思就是说没有真正的骨头断掉，但是造成脱位，这个也必须要都给它固定啊，所以很复杂。最好的一个方法是什么？避免。所以走路要小心啊，骑车更要小心啊。感谢收看。